秦长城修建于秦朝，历经千年风霜，如今已是残存无几，但远远望去依旧雄伟壮观，气势非凡，是个十分有故事的遗迹。那这秦长城是何时何人修建？它到底在何处呀？秦长城可是咱们霸气十足的秦始皇大帝下令开始修建的。秦始皇嬴政在兼并了战国时期的其他集团后，为了防止匈奴南下骚扰美好的大秦生活，在原先秦、赵、燕三家长城基础上修建的。秦长城西起甘肃临洮，东至辽东，筑长城万余里，耗费十万劳力。加班加点儿，才有这华夏一族的伟大创造。那这秦长城又和今天著名景点八达岭长城有么子关系呢？两长城没啥关系，如果非要看亲戚，明长城可得叫秦长城太的 N 次方爷爷。这八达岭长城是明长城的一部分，修建在明朝，而现如今看到有棱有角还有长城模样的基本上都是明长城。至于秦长城还想寻找遗迹踪影，也就剩下岷县等地方还留有残垣断壁。如果你有兴趣，不妨去这些地方感受一下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魅力。